非常开心在这个漂亮的小院里上课学习插花画画。打个80分吧，没办法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小孩身上。喜欢带他们旅行，去哪儿都行啊。最近最有趣的大概就是因为我昨天洗了一天的盘子，看到我这些年收藏的一些盘子呀、杯子呀，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这部戏当中啊，要说谎言是吗？烦了。达康书记，对，达康书记很好，就是他是那种只看似是个坏人，后来发现他还挺好的。钟小艾严谨正统的人吧。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，觉得现在状态非常好，我自己很满意。